没事做，和我一起来爆爆米花吧。起锅烧油，油热下入玉米粒儿，再加入一勺白糖，翻炒均匀，炒至有五六个玉米粒儿开始爆花，快速的盖上锅盖。出锅。家人们，家庭版的爆米花已经制作好了，如果你也喜欢美食，请给豆豆点个双击，感谢。这样做的爆米花既简单又实惠，你学会了吗？